艺人公开恋情的确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增加见报率，不过后遗症就是很容易令人忽略了他们在工作上的努力。好像张馨予这日出席电影宣传活动，就不断被人追问他和男朋友李晨的感情生活，搞到好友雅雅都要出口帮手解围啊。他对李晨非常的好，因为我跟他们一起相处过，所以就是每个情侣之间都有他们自己的相处之道。但是呢，馨予绝对是一个很活泼然后又很健康的一个女生，所以很健康的一个女生，对，所以我只能说李晨非常的有福气。早前被传同蔡依林在英国备婚的锦荣这日亦都有现身宣传活动，还否认有关传闻。我没有想结婚的打算。会不会结婚会不会想有小孩如果结婚的话应该会有小孩子。虽然锦荣否认婚讯，但早前就被人拍到他和蔡依林同游澳洲，相信他们的感情都应该挺稳定啊。